大家好，今天是星期日，人头汹涌。首先就是今天我带了一班年轻人，就是我们香港青会社会民生研究会，就去到旺角，还有在中环那边去推广那个全民检测，就是说普及检测为己为人的计划，就是向一些我们叫菲律宾的菲佣还有印佣就推广，我们做一些的单张，就会去跟他们去跟一些菲佣人士就去推广这个 campaign 的，有不同的语言印刷，大家加油。